今年民众要吃饭圆满，应该有机会。今年鳗鱼因为在亚有恢复数量，加上外销受到影响，和今年鳗鱼的产量和价钱已经有渐渐回稳的进行。800-850四尾斤的。四尾斤的。嘿，四尾斤。这种销。800。销日本的。拢销日本公斤，伊迄但是伊迄是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哦、喔，迄批发价哦，迄是升几块嘿。最高的是1600起啊，1600，去年是，去年要1200-1300啊，啊前在前两年的话1600起呢，四五十年来前两年为什么鳗鱼价格可以飙到1600，啊，最主要88水灾啊，南部一些鳗苗什么放养池都流失掉了。台湾鳗鱼介绍这几年亲像在坐云霄飞车，用时也才指出，因为台湾鳗鱼销售大部分拢靠外销日本，国内食鳗的观念也是推广不够，即外销的状况不好，台湾鳗鱼定义也在了本。海洋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，啊，为什么鳗鱼的价格为什么不稳定？最主要说没有一个合理的管道哦，去买卖的。这几年鳗鱼一公斤价钱创新高，好真侪人拢买袂落手。餐厅、饭店也拢用鲷鱼来代替鳗鱼。今年鳗鱼产量价钱回稳，会当讲是食鳗鱼的好时机。经过民众不妨为一公斤3倍来选择。台湾可以从差不多哦3尾一公斤的价格比较合理。好，以我们台湾来讲，还肉质方便啦、啊，还有比较重量比较大，价格比较便宜，可以从这个入手。一公斤的话，正常差价差不多100块左右了，100甚至到200。用时也才指出，台湾饲鳗技术优良，一年四季品质拢真好。真久无食鳗的民众，不妨趁着今年价钱稳定，来品尝台湾鳗鱼的好滋味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